事件，但有個香港大學學生咧，被警方咧擁咗入後樓梯。咁咧，我一問，喂，有冇人知道舊年喺香港一大城發生咩事？有一位小朋友，小學生嚟嘅啫，佢都大大聲答到我話咧，有個大學生被擁咗入後樓梯咁故，香港未來嘅棟樑就要靠呢啲啊，係咪啊？大佬，我記得即係之前有好多遊行嘅片段咧，例如之前係反對反領匯嗰個遊行咧，即係問啲僆仔喂，點解你要嚟遊行啊？領匯咯，唔知啊。嗱，嗰度啲小朋友係咁，但係今日啱啱有啲即係小學生之類嘅朋友仔，佢完全係可以講出八一八有啲學生因為示威俾人推咗去後樓梯咁故，即係呢一度嘅小朋友係完全不一樣。好，我哋為著我哋未來嘅棟樑鼓掌好唔好？即係話，好啦，因為咧我見到後面嘅朋友咧仍然係停咗喺嗰個嘅門嗰度嘅，麻煩咧大家繼續向前行好唔好啊？大家繼續流動，係啦，唔好停，係啦，麻煩後面嘅朋友繼續向前行。係啊，你更加多嘅嚟到政府總部啊！即係咧，繼續講大家。成日中意講大話，就唔係只梁振英嘅，仲有一個部門啊，好中意講大話嗰個，嗰個香港警察，即係啱啱警察公布我哋人數係幾多啊？50,000人咋？你叫建制派揾50,000人出嚟做戲啊？可以行到幾多人出嚟？企唔企得我呢一個總部？可唔可以跟盧美儀見一同樓啊？你叫建制派搞個50,000人嘅遊行，其實政府總部幾多人同我喺度睇？都咁喎，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，我咧就負責投兵嘅，即係投隊嘅。我去到差唔多灣仔嘅時候咧，有警民關係咧就同我講：喂，阿輝啊，行快啲啊！我嘅時候，喂，圍院逼爆啊，大佬行唔到啊！民警同我講喎，你跟住而家攞多50,000人，你冇嘢啊？揾鬼信啊！仲有啦，今日咧，嗱啱啱嚟到嘅朋友可能未知，但系咧一話講嘅事實俾你知，幾多人數我依家未答到你，但系咧一個事實就係2003年七一遊行第一次搞50,000人上街，軒尼斯道6條行車線係要全部開放，之後都未試過，但系今日軒尼斯道6條行車線全部開放。其實咧，我想講咧有一個例子㗎，我哋咧搞過一個遊。